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超能力吗？不管你信不信，反正我是信了，因为我刚好就会一种，就是传说中的 teleport， 瞬间移动。那么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有了这个能力以后呢，我的生活就变得很多姿多彩了。看着我是怎么虐我们班那个运动健将的。好，活动一下啊，这次开始啊，这次我肯定不会让你的。听我口令啊，3、2、1。我疼啊！哎，看吧，输了吧。你看吧，累吧啊，叫你多运动吧啊，累死了吧。哎，我要去吃饭了。哎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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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带你过去，来，1、2、3。哎，我靠，记住，这绝对不是特效。